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曹可凡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开启一个新的系列，诗书画中的十二时辰。时辰呢，类似今天我们的时刻，古人把十二地支各对应一个时辰，每一个时辰呢，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两个小时。子时相当于夜里23点到1点。宵禁是我国古代为了维持治安而采取的一种管理制度，也就是禁止百姓在夜间活动。唐代呢，就非常严格地执行宵禁制度，但是在一些特别的时刻，比如重大节日可以例外。正月十五元宵节，古代叫做上元节，这一天呢，百姓可以通宵欢庆，赏灯观景。接下来我们从唐代诗人苏味道的上元诗中去了解一下。上元，唐，苏味道。火树银花合，星桥铁锁开。暗尘随马去，明月逐人来。游记接农里，行歌尽落梅。金吾不尽夜，玉漏莫相催。刚才我们朗读的是唐代诗人苏味道的上元诗，又叫正月十五夜，描写唐代东都洛阳的上元夜景。在诗人的笔下呢，上元夜灯火璀璨，人潮如流，美不胜收。火树银花合，星桥铁锁开。这里的火树银花指的就是花灯，式样各异，流光溢彩。再加上皓月当空，星河耿耿，天上地下交相辉映，融为一体，所以就形成了火树银花的景象。星桥呢，是洛阳著名的星金桥，平时啊戒备森严，不让老百姓随便出入。可是上元这天晚上，所有的人汇聚在这里，自由往来，观天赏地，笑语盈盈，暗香盈袖，祥和至极。暗尘随马去，明月逐人来。这句呢，写的是游人们参加活动的情景。暗尘逐马，可见速度非常的快，表现了骑马的人参加灯会的那种迫切的心理。抬头远望，明月当空，晨雾弥漫，明月如洗，澄澈与朦胧交织，神秘与憧憬回荡。游记接农里，行歌尽落梅。游记呢，指的是歌女，她们浓妆艳抹，娇美惊艳。她们边走边唱，唱的就是诗中提到的曲子《落梅花》。黄鹤楼中吹玉笛，江城五月落梅花。李白呢，也曾经在诗中提到过这首曲子。满眼花团锦簇，耳边呢是弦歌婉转，更进一步丰富了上元之夜的那种美好感受。金吾不尽夜，玉漏莫相催。金吾卫指的是保卫京城的禁军，古代一般时候呢都要宵禁，禁止百姓夜间活动，但是正月十五这天普天同庆，没有宵禁，金吾卫们也不用再巡查，但是乐此不疲的计时器玉漏还在无情地提示人们子时将过，快点回家吧。最后一句呢，也反衬出节日的美好和欢聚的珍贵。夜半子时，东风夜放花千树，火树银花不夜天。这是属于上元的夜空。如此的良辰美景，有谁愿意熄灯就寝呢？
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古往今来，人们总是对美好生活充满无限遐想，这份遐想呢，也会寄托在一次次的节日里。上元夜的子时，狂欢达旦，一片欢腾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再通过南宋著名画家赵伯驹笔下的汉宫图，来感受一下七夕之夜的静谧夜空。汉宫图是画在绢本扇面上，描绘的是七夕节夜里，精心装扮的宫女依次登上高台，虔诚祈求织女星传授巧艺的场景。全画构图饱满，笔墨苍劲，气格清幽。画面上方的远山用极简的笔墨绘成，仿佛笼罩在一片云雾之中。山尖上的树木呢，点以浓墨，显得郁郁葱葱。在天空的描绘上，画家借丝绢本身的颜色留出空白，使夜晚的静谧和节日的欢乐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，饱含诗情画意。画家赵伯驹在山、石、树的画法上和同时代马远、夏圭的风格非常相近，整个山体玲珑剔透，造型奇特。宫殿外树木参天，芭蕉林环绕其中。画面的右侧会有两层富丽堂皇的宫殿，宫前陈设有四支香炉，殿内呢井然有序地摆放着各式家具。画面底部绿色围栏外，车马迎门，各色人等点缀其间，相谈甚欢。画面左上方坐落着一间高楼，精心装扮的宫女列队两行，手执法器，缓慢地穿过山石，登上高楼进行乞巧。在这幅画当中呢，虽然人物众多，却个个姿态婀娜，神态万千。宫女们七夕登高楼乞巧的活动场景被描绘得栩栩如生。400多年后，明代画家董其昌在这幅作品中提拔道：“赵千里学李昭道，宫殿足称神品。”由此可见，汉宫图在整个画史中的崇高地位。无论是东风夜放花千树的上元夜，还是天阶夜色凉如水的七夕夜，子时的夜空景致虽然不同，却都让我们心生无限向往。这夜空中映照的是灿烂的节日文化和悠远的华夏文明。